林时间、钢琴前的伊芙和克里斯汀。他的创作者是法国印象派画家雷诺阿、Pierre Auguste Renoir。伊芙和克里斯汀是画家兼艺术资助家亨利·洛霍尔的两个女儿，他们通过父母认识了很多画家，有几位还为他们画了像。这是由雷诺阿创作的伊芙，创作于大约1897到1898年，现在保存在巴黎的橘苑美术馆。在19世纪80年代，洛霍尔家时常举办沙龙，成为艺术家们私人聚会的场所。当时钢琴也已经成为中产阶级家庭客厅的常见摆设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主人的社会地位。画中挂在客厅墙上显影位置的两幅画是爱德加德家的《赛跑之前》和《跳舞者》，也暗示了这一家人的生活水准。下一集我们欣赏一幅赵无极先生创作的作品《混龄时间法国巴黎》。